它可以变成动物或者植物，甚至乎变成一座森林啊！我们就来看看 Animal 的表演吧。
nature provides us with precious resources for us to reflect upon, cherish, and be grateful. 无论你是哪个种族，乜嘢肤色，无论你是高矮肥瘦，无论你是斯文定好动，我哋在地球都有一个共同目的，就是同地球共生共存。不如在这个时候回想一下我们所拥有的，想要珍惜的，未来想保护的，和大自然带给我们美丽的，静静的享受这一刻。爸爸